对不？你阿妈厝内底是不是你的脾气较歹？听你讲啊，我听说我最凶啊，你嘛我拍过，我拍过啊。每一个镜头要拍之前啊，吼，拢会摕去我拍板有无？拍板的，你有时啊该下到这，有时啊该下啊远啊，吼，当然我无欢喜。所以到尾啊，我嘛不爱，我叫伊常务拍。是啊。这个是民国42年、43年、44年开始，我们台语片上来了。那时候台语片的这没有摄影师，可以说是当时的照相馆的这个师傅啊，就随便当了这个电影的摄影师，开始拍，所以。能够我有这个摄影技术，开始是我们中交电影公司这一批练习生出来的，才是真正有这个摄影技术的人员。外面的这个台语片，他需要摄影师，就到中央电影公司去申请，我们要请外界外界一个摄影师，可是。一个条件就是什么？你到中央电影公司来要这个摄影师的话，冲印一定要在我在中央电影公司冲洗。我较早咧拍台语片有多么的困难，咱讲，即马困难即句话吼，无人用啊，你知道？有多困难？你看，刚开始是用 IMO 上画条的机器来拍剧情片，哦，感光度啊吼，要100多年啊，感光度100多年啊，啊，这个灯光吼，用那个强光灯泡，啊个闪光灯泡，用两针灯泡安尼伫咧照，啊，迄个灯卡是迄落安尼，凊彩安尼做一个角吼啊。能上电球啊呢？安尼哦啊，可以高高低低，安尼伫咧拍，安尼伫咧拍电影。要拍一个镜头，移动车哦，移动车，你根本就无法度去铺迄个轨道啊。所以我用啥个喏？用这个人即马菜市啊，伫咧塞菜的时阵，迄款呢？啊，我伊啊坐在顶头啊，手骨摕咧吼啊，后壁一个安尼啊拖。全咧在地板顶头安尼拖，再是起来，就是一直拍外景，拍啊日头无去啊了，转来拍内景，内景拍煞，去困迄个放映间。放映机啊，大都影业公司啊，吼，民国50年就开始冲洗这个黑白片了。少棒赛开始，那个是16mm的彩色影片，它是拍的是叫反转片，可是那只有反转片拍出来，只有一个片子，只有一台片子。不能冲洗，不能增加拷贝，就是只有一条片子的话，没有办法供应给这个三家公司，三家电子公司。后面他也开始拍这个伊斯曼卡拉的这个底片，开始拍这个底片，底片将来就可以拷贝了，多少拷贝都可以的，可是。在台湾呢，没有办法冲洗，都是要寄到日本去，寄到香港去。台湾对于这个彩色的材都不懂，不晓得从哪里做起都不晓得。但是，所以我就跟这个当时董事长陈栋先生啊讲，
我们先到日本去参观一下，去了解到底什么叫彩色影片呢？彩色你一方面要分这个三颜色，要跟这个电视一样，三颜色要配合好，然后这个光亮也要配合好，这个要看光机、印片机，还有冲洗机。那这些东西啊，你要去日本买。我刚才讲的无遗漏税要120%，因为政府认为这个是电影是遗漏，不是教育。如果是教育的话，是免税。所以，混蛋政府啊，就是定为这个是遗漏税。我们一大堆影业公司的这个财政来讲哦，根本都没有办法。所以，看光机冲洗这个影片机从日本买之外，冲洗机要自己做，谁来做呢？我来做。我到陈东先生到东洋现象所、东京现象所、东洋化学，那我带了照相机，我带了笔记本，对不起，带了玄关呐、啊，他就你。对不起，我这里不能，我参观不能带摄影机，是照相机，不能照照相机。我这是去里面的冲洗机，我厂里的这个秘密，我不能公开。你要笔记不行，你要拿测证，两测证有什么不行？都空手，凭两个眼睛跟脑筋，你进去里面参观。不晓得画了多少这个设计图啊，画好之后才交给这个塑胶工厂做塑胶工厂，做轮子的，做牙齿的，做马达的，我的最后工作室我都要拼凑起来。那么最重要帮我最大的就是一个塑胶工厂，那时候正好这个，王元庆先生，台塑正好有做这个塑胶板，塑胶板可以用防水，防水，防水啊。它塑胶板可以防强酸、强碱，用这个塑胶板做水桶，所以那边的师傅很快的帮我了。根据我的设计图，照我的测寸，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机器的这个外口用塑胶板把它拼凑起来。达达那时候是达达广告公司，达达最先给我们这个广告公司先给我们做的。就是叫达达，那是广告公司，减少了起码要两个礼拜的时间可以上这个电上电视，所以后一他们一上电视之后就好了，其他的这个广告公司啊，就更进来了，陆陆续续的，在台湾能冲啊，为什么还要去到香港去到日本去干什么？就这样开始，剧情片啊，没有人敢到大都来冲。剧情片啊，我花这么多钱，我花好几百万拍摄的，我到大都去，好像气焰。我林子喝去了，没有人敢来，所以头一招要什么？我自己拍的片子，
啊，自己挂保证。啊，我自己跟导演呢、啊，我负责，我负全责。谢大为他到台湾来拍一部影片，就中院。他来找我的时候，我问他：“哎，谢导演，你怎么会找到我？”我说：“我不是找到你，我是找到电影。”他都到美国到台湾来之后要拍，不晓得找谁拍，他不晓得，所以他都一天到晚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他去看了好几部，看了好多，看了。正好有一部是我拍的，他看了说：“哎，我就是要这个人。”就这样子，谢大为找到我，没有人敢到大陆来冲洗的。我跟这个谢大为跟他保证说：“我负责，我负责把你这个片子完成。”就这样子，头一部。在大都影乐公司35mm这个剧情片是这个谢大为导演的这中影，是从那开始才一跟别的公司讲了嘛，我完成这个中影这中影了，你们看看。后来陆陆续续一直到没有多久。你在台湾那时候国语片国语片刚开始一个过年的档期啊要多少拷贝你知道一个过年的档期要120部因为为什么要过年档期啊所有台湾的电影呢同时上演所以要120部那你如果你到香港去都日本都办不到的一个礼拜要完成120部的口碑，他们办不到，所以那时候我们大都把它接下来。